台湾咖啡商机一年高达700亿，民众对于咖啡品质越来越讲究。气的部分的话，它因为它是防手冲的感觉，所以它的香气会比较清雅一些，比较清爽，是我喜欢的那个手冲干净的感觉。看准这股黑金风潮，有业者推出全球首创的防手冲胶囊咖啡机，在家轻松就能享用大师级咖啡。那这台防手冲咖啡机呢，它其实是业界就是创新首创推出一台防手冲咖啡机。那以前呢，它其实有点颠覆了大家一般对胶囊咖啡机的一个想象，它用不同的萃取模式，它可以萃取出不同的咖啡的风味，这样子，所以一台咖啡有三种享受。同款胶囊也能变换不同风味，颠覆市场对胶囊咖啡机的想象，也满足消费者多变的需求。二达电视综合报道。